里面也想快点帮我们问一个你私下问过的问题最好笑的，因为我都会问他们说，哎，那你们刚刚那个姿势是怎么样？他就说什么脚打直翘很开啊什么的。不好意思，其实你告诉你，我们身为一个就是主持人，那因为我们长时间要在这里经营这个园地，那有些话不好意思直说。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列本当中想要知道的。那不如就谢谢你带我们说出了这些话。那三位就请先回答一下，脚打。我挖洞给他们跳，对不起。就是你先请那个海清跟我们讲一下，刚刚脚打很开的时候是什么？对，我们不好意思这样问你，但我们很想知道。就开到我都觉得，哎，我可以劈腿吗？我原本是可以劈腿的吗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因为他是，你不止压我的腿，你还抱我的腿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我其实是扛起来，对，就是扛起来，然后他扛起来之后还要给我那。希望这一集大家在看直播过程当中，就是多注意一下画面。这是一集没有办法让你只听声音的一集，这个我们的节目，因为他们有些话就也不好说，就是但也不好演，就是你会借由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去感受。他刚刚讲这一幕应该还没出现啦，对不对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所以这一幕是你记忆最深刻的，最深刻，因为我第一次被人家这样子。这样弄，这样弄，我也是蛮害羞的。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弄了什么，但是我们真的好想知道，就是弄这样，是一直把，就各种姿势，各种那各种。我告诉你，你把它当成你好，你演一下给我们看。可以这样吗？这尺度是可以的。我们 OK 啊，反正你现在有穿衣服，我没有叫你这借抱一下好吧？不是我筋很硬，借抱一下，就，好好好好好，好说好说。